我 TV 的网友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信。你是谁？我是信。你是摇滚什么？摇滚巨婴。摇滚甜心。这是我们家信哥哥，我是他的经纪人潇潇。那现在呢，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的二号房。哎，我们二号房以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手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墙上，韦唯姐，是吧？齐秦大哥，对不对？小凤琪。啊，然后张靓颖、杨宗纬。哎，我们的房间之前都是实力派歌手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有没有信心走到最后？嗯，实力派少，只有九力，不好笑，聊不下去了。好啦，今天呢，因为大家要想怎么样跟网友互动，我觉得最好的互动方式就是我们来玩真心话以及大冒险。我觉得在微博上已经问了大家了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信哥哥？我也稍微征集了一下。真心话大冒险，你敢不敢啊？我当然敢呐、啊！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输了的怎么地？输了的怎么地？输了的你就接受惩罚。对啊，对啊。自己输的人自己选真心话是大冒险。对对 对, 对。好吧，对对对对，来，继续耍赖啊！不会不会。好好，来，直播怎么耍赖？好，来，石头剪刀。你干嘛？传哥说不要这么练嗓子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石头剪刀，你看那边。我不要，认真玩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选真心话，说吧。真心话。嗯。好。你到底？是喜欢黄致列还是张信哲哲哥？只能选一个。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。对。我喜欢刘德华。真心话，这是我的真心话啊。我只有这两个选择啊，这是我们同场比赛的啊，对啊，你选那个我也可以讲我喜欢谁谁谁啊，对不对？那太远了。来，希望我爸了。好好，继续。哲哥的歌迷朋友们，是他选的哦，不是我。好，来继续。一个问题没了。对啊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到底是喜欢黄致列还是张信哲哲哥呢？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。对，哲哥吧。为什么？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表现，还不能讲啊。哲哥吧，因为他是跟我们那个，在他是活在我们的那个记忆里的。对啊，可不可以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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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发生要过去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，吵什么？吵什么呀？吵什么？没事，继续了。他们等一下，对啊、他们会啊，来继续。对啊，那欧巴我是觉得他后生可畏，很厉害。继续。嗯。石头剪刀布，来，七个歌手当中首发的七个歌手当中。你最嫉妒的人是谁？我爸。为什么？他会跳舞。就这个。哦，我走路都会同手同脚，他会跳舞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因为又要边跳，又要边唱，而且跳舞的舞感不是练就有了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那种天生的，好厉害。好吧，我爸。嫉妒。来，继续。石头剪刀布，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唱出来的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流泪。为什么要忘情水？因为我输了三拳啊，我要不流泪。我一直想要整你的方法，结果我赢不了。
你这个星期唱人质，嗯，很多人都说这是乖乖性，嗯，你怎么看？因为我看我们有网友提问这个，我很乖啊，真的啦，你们都太不了解我了，嗯，哎，这是很多问题，对啊，摇滚甜心你好，你看你看，看到没有，活了，嗯，干嘛这么可爱？他拉了他的手，你拉了我的手吗？被看到了，有吗？还有吗？我信哥干啥都好听，信你来好好笑，哪里好笑？好好继续继续继续啊，这样就过了。好，当然了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那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张你女朋友的照片，嗯，很像小 S。嗯，大家都这么说，但她不是小 S。我知道。对啊。没有，没有接触，没有接触。要过来看一下。第几个女朋友啊？哎，啊，你们这边最后一个女朋友。听到了吗，小 S？ 你们这边，你们这边怎么这么安静？我们这，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。篮球都来了。我们来拜访。要不传哥，咱们俩划一个石头剪刀布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刺激，真的吗？很刺激，一定要真心的。首先要发誓，你没发誓不能撒谎，肯定是真心的。石头剪刀布。好了，你说了，你说吧。你问他一个问题，对对对，问他问题。你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？这个问题，网上一看都有啊。没有，你要说啊，这样，我来帮你补一下，好不好？除了现在这个男朋友，还有没有别的男朋友？好吧，请要说实话，不准撒谎啊！请考虑一下节目的尺度。OK， 自然尺度，对啊，没有啊，你觉得没有的尺度可以超过他吗？我还有一个心目中的男朋友，就是刘德华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在《我是歌手》四当中，没有了，只有人来石头剪刀布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永远会输在这个上面，因为你只会出布。好了，我来问你。在《我是歌手四》当中有这么多的男人，嗯，但是每一次当你看到别的男歌手的时候，总会选择忽略信，是为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信哥哥。我特别想知道这究竟是种怎么样的感情的表达。就是因为，就是怎么讲呢？是不是打不传哥了？我站过来一点。对，因为信哥哥，信哥哥在我心中一说就要垮，你知道吗？是最棒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也要帮他，替他，就是跟其他的歌手要搞好关系，所以我是吧，传哥是不是？你说，别说场面的话，就这样。回到房间之后，嗯，然后信在大家面前很宽容，回到房间之后有没有修理你？比如说暴打他，天天让我跪在房间。你没看他妆越来越浓，遮一些黑青的部分。那你打的也稍微太轻了一点，只有青没有肿。你们俩玩一次吧。啊，你传哥跟信哥哥玩一次。好，来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哈哈！问个狠的，问个狠的，陈哥。问的狠一点。嗯。对 ，OK 了。觉得。还有一分钟啊，陈哥。还有一分钟。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嗯，你最不喜欢谁？对，这个问题。除了经纪人之外，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你最。希望谁离开？我垮了！啊，快回答，快回答，快回答！三十秒，快！观众非常想知道，洪老师。我们说的是，好了好了，又没有讲说哪一个。对呀，对对，最希望谁？对，好好，我们都来为下个星期。完了，我下礼拜会淘汰。这个星期的比赛，我们来拉拉票吧。你下个星期唱什么歌？哦，给大家演一个 ，OK， 三个字不能讲出来吗？不能讲，你要演，让大家猜。三个字，对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要降，好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哐哐，结束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希望大家明天我们播《我是歌手四》的节目。